四格哪一格？补充、哦、还可以选，随便放、哦。对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我补充一下，你们看你们人四个属性下面不是有骷髅头？嗯嗯，其中一个你的值到那骷髅头你就死了。啊，嗯、我刚刚刚有讲啊，嘿嘿嘿，再提醒一次，再提醒一次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没听到，我刚没听到。哦，把它都放这，我就这里了。那、啊、怎么翻开 ？F 啊，然后从上面放，然后被盖在下面。翻，我被房间掩埋了。然后你要看这样放还是要这样放？啊？你可以转动对门嘛？你玩过矮人矿坑吗？对啊，你想怎么放都可以，只要门对门就好。门要对门。哦，好。那乌鸦、欸、是怎么旋转的、啊你？你要 Q 或 E，Q 或 E， 嗯，但这样不行啊。哦，我这好、啊、随便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好，乌鸦啊，抽一只乌鸦。运动房上面，它上面有小字，要稍微解释一下。对，这个是运动房。当你在那边停留你的回合的时候，你会获得一点速度。哦，但是一个游戏只有一次，就是一轮、嗯、一轮增加一次，只能一次。哦，嗯。我又忘记要怎么打开了 ，Q 吗 ？F 啊 ，F 哦，徽章，每一张徽章，哦，有一些特殊的地形，嗯，对，他会跟你讲一些特殊地形，不用去理他的东西。立刻进行作祟检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骰六颗骰，就我刚刚讲的，好，就是我刚说的那个。哇，对呀、啊欸，这个拿回去给你。所以有乌鸦出现就要掷骰了。对，一二三四五六。现在有两只乌鸦在场上。嗯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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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收集东西，对，先拿东西、找东西、收集东西。那乌鸦越来越多的状况下，就越容易开启我们的故事剧情。好，了解。嗯哼，下一个换谁？换繁星。下一个换繁星。你要去哪里呢？小妹妹要去哪？这里。这样就可以跟杰克再打一次，如果有时间的话。好，开房间，开房间。要下一张，要找下一张。啊，这个找到了。你是哎、欸、哪一叠？你要中哪一叠了吗？对，这样、喔。对。好。翻。哦，这是加能力。这是什么 ？If you， 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房间。然后你在那边停留你的回合的话，你会获得一点的 sanity， 就是你的神智。应该礼拜堂吧，我不知道。我停留的话是下一回合继续停在这边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一回合就行了。哦哦哦，好。嗯哼。所以你那边自己的你的圈圈就可以把它往上移一格。对。send 吗？然后喵花的那一格也可以移一下。啊，对，我忘记移了。我是 speedo 嘛。嗯、对。嗯对speedo 加一。speedo 日式英文。好。往上移动一格而已。哎对。开。烟雾在你插小哦，烟雾在你四周翻腾，你一边咳嗽一边流擦眼泪，眼泪吧。还有人帮你配音。放置一个烟雾吗？食物，对，哦，烟雾食物。这个房间烟雾会阻挡临近房间的视线，在这个房间内的探险者进行任何属性的检定，只会少两颗骰子，最少一颗。超麻烦的。进行战斗不算。是属性检定，嗯，啊，这是干嘛？哦、我现在干嘛？这个就放在那边，就这个房间就是都有这个效果哦。嗯，那烟雾在我这是永久哦。嗯，永久。哇，就是到那个房间的时候，就是会这样子。嗯，啊，他是拿走就好了、哦，还是放在旁边？放在旁边就啊，这个因为这边都堵死门啦、啊，没个差吧？就直接放在旁边就好了、嗯，对吧、啊？放旁边的，旁边没有门。你还是放有放那个指数对面就好了。哦，好、嗯，对啊，怕大家英文不好。看一下，我可以走几步啊？走四步哦。嗯，好，我去楼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坐电梯了？神秘电梯。没笑。那解释一下，就是你停留在这个电梯里面的话，你要甩两个骰子。会决定你这个电梯会移动到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或者是直接掉到地下室啊，没有三楼啦，就是地下室一楼、二楼。然后如果踩到零的话呢，就是你会直接坠落到地下室，而且会受到一点物理伤。哇哇，加油，摔下去，摔下去，掉下去。好，我随便选了，四是我随便选了。对，好了，我要去地下室了，再见。哇，有啊，就去地下室玩了，我要去地下室玩。
把电梯带走了。然后顺带一提，这个电梯是如果说每一回合就到下一回合，只要这里面有人，他都要移动一次。嗯，哦，对对对。那我问个问题哦，嗯，假如下一回合有人走，可以走进去吗？可以，对啊，你可以连带他一起带走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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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嘿，好，现在换我。我继续开房间，嘿，开啊！现在就是开房间的时间了。等一下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必须先塞三个，哦，力量判定，对，三以上。你的力量，你的力量也是三啦，一样。啊，如果我塞失败的话，我可以决定我不走，然后就是可以免除那个一点速度的伤害，就是关在，就是被关在里面。哎、嗯。二啊，我你要走吗？扣速度，扣速度，扣速度。好，你就扣吧。我要出去探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要扣？因为他没有甩大于三。哦，你说离开这间房间哦。大于三才会没事。对、哦、对。哦。嗯。如果小于三的话，小于三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离开或不离开。啊，如果经过这间房间呢？一样。也要。哦，好。嗯。好，我来到这个房间，这个是 patio 哦，没东西，我先拿一个事件。哎，什么事呢？年华之物，你脚落脚落上的东西，一只虫，一只触手，一只死人的爪子，一只熊猫的爪子，你必须进行速度抓你，抓抓抓！所以团团你的手是粘的，还触手、哦，啪嗒咕噜咕噜，熊猫触手头，哎，四加，哇，过了，爆闪！挣脱了，获得一点速度，好，你速度加回来了啦，加回来，加回来。哇塞，原来是为了这个他直接才走的哦。嗯，转呢、欸，转，好，下一个，那我先，我这个一定要走回去吗？我这样绕到这里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好，三可以，请翻卡，不。没，那也都没有，有啊，有，你不要拉太久，拉了就拉走，对，嗯，翻开，哦，啊，这个真的，你看像这个没办法就放着啊，就这右边这个门就是暗门，就是死门这样，就是不能过这样，哦，对对对，所以要翻一只乌鸦，嗯，对，预兆，水球，玻璃中显现出模糊的影像。然后在作祟阶段开始之前，之后一回合一次，在你的回合中，你可以进行知识检定吗？对，检定啊，以向水晶球中窥视四加是四个以上吗？后面就是你骰骰四以上，是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看见真实选择物品或事件牌库，搜寻其中一张牌拿出来后，然后将牌库洗牌，最后将刚拿出的那张，我怎么不太懂？他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，看下面要不要你先甩再念，因为你不一定会遇到那个事情。哦，这个也是要你用了才，你有要用这个水晶球才要看的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它是物品啊。对，它是物品。对，就是你每一回等到这个我们的故事剧开始了，就是他说的预兆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了。那这个就是你每一回合都可以使用它一次，你回合开始就可以先用。那你骰到四以上，你可能就会获得它的像道具还是什么。那你哦，没有没有，它不是，它是你里面就是你物品或事件随便抽一张出来，把牌库洗牌，把你拿那一张放在最上面。对，对，它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没有得到它。对，就变成是你可以确保下一次就是拿那一张。是把好牌放在上面这样子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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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的意思。那一到三跟零的话，就是失去神智，是坏的。双刃刀，我觉得水晶球没有很好用，看起来蛮难用。嗯，好，换我，我可以。哎，那个乌鸦要甩吗？乌鸦要甩，要甩六颗。现在场上有一二三三只乌鸦了。嗯，应该不会那么惨吧？你不要再全白甩了。他全白甩，我觉得有机会耶。你一定要这么抖啊，杰克！你可不可以刚好丢出去的？丢出去的，太抖了，刚好抖。对对对，刚不是我指的，刚不是你，刚不是我指的。啊，你刚黑什么？嗯，他三点是他指的啦，三点对啊，三点他指的啊。
对啊，那就过啦，就过啦，就不用甩了，就没事啦，就没事啦。不要不要，真的等下甩出去全白就尴尬啊。那全白也很难吧？你不要，你你要想一下，你前几天你八颗骰子骰多少点？我讲阿纪最强，八颗骰子骰两点，超猛！哎，这现在主线就开始了，还没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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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要大鱼，要小鱼，小鱼，小鱼三哦、嗯，也就是下一个人如果抽猪压到，就是要小鱼四。嗯，看一下，我想去加能力耶，去啊，哪里加能力啊？移动速度不够啊！那个啊，有一个这个这两间有两间、啊，我们有两间加能力的房间，运动室跟礼拜堂。嗯，好了，我先过来这里，一二三，这边。好、啊嗯，下一位，下一位是喵哈，看看哦，那我就开旁边的，请开。他是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他是第一个亮的那个吗？所以这个可以，右边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对，就是二楼可以的。花房的，请开。哎、哦，物品道具房，道具房，你就拿一个 item， 抽一张道具。野鸡的房间 ，item 哦，这个有中间那个，这就是你的道具啊。黑暗之闪、哦，黑暗之闪哦。每一回合我可以掷三颗骰子。嗯，哎，这很棒啊，棒哦、我觉得好，我 好想要这个哦。哦。所以是下一回合我可以开始用这个，还是对对对，你就可以用，哦、你可以选择每回都可以用哎、欸，哇，这好棒！甩到零就、哦、这骰子就没了，甩到零你就变废人了，所以把张丢掉。所以他这个是要到时候拿一张六甩是不是？因为他是一到六、嗯，没有、就是、没有没有，零到三颗骰子，直接拿三颗、哦、三颗骰，嗯哦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了，就、嗯、你的、啊、那一张就你的，你的你的，对、嗯，我要怎么转它 ？Q 我一。哇，都有人帮忙弄了、啊啊，真开心啊！另外讲一下，另外讲一下，就是这些道具啊，如果你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是可以交换的，你可以直接交换、哦，除非他有特别说那个东西不能交易或是转移。哦，嗯、对。要换下一位，繁星，换繁星。你为什么要走那一格？不、嗯、然我要跨到对面去、欸，哎。要不然那边是死路啊！死这哪里有死路？你刚三个一个走到这边啊！你想发现你经过那个的话，要甩骰子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嗯、我刚刚在想啊，不然我没地方走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那个啊，一二啊，对，你就你对啊，你只有四格嘛。哦，啊，他刚三格，我走啊，我走这啦、啊。懂意思？好，那你要先检定，先检定那个，嗯，垃圾房先走回来嘛。垃圾房先检定。嗯、啊，我要看那个敏捷吗？看你的力量，力量要大于三。对，这是力量。嗯，力量大于三。M I G H T， 力量是三三。来喽！哇，刚好 OK， 过，刚好过，直接走过去。嗯，一楼有了。嘟噜嘟噜，又是乌鸦，有一只。厨房 ，Dining Room， 嗯。Dining Room， 呱呱，乌鸦了。这次乌鸦出现太快，我觉得有点不妙，有点真的，这样算很快哦，很快，太快了。狗狗，哎，狗狗，看是友善的什么、啊、狗狗，天皮狗，狗哦，赖皮哦，不是天皮哦，赖皮狗，真的很像。至少你希望它是，立刻获得一级力量与一级神智。如果你失去的，失去狗的伴随的话，失去一级力量、一级神智，一回合一次。在你的回合中，狗可以通过门和楼梯到任何最多六格远的啊，以探索房间后回来。六格，嗯，中途它可以捡拾并携带一件掉落物品，同时也可以携带一件物品去丢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只狗狗可以携带东西，你可以把你身上的东西。用狗狗去送给别人，或者是你去可能哪边地板上有东西，用狗狗去捡回来。嗯，哦，最远就六格这样子。狗同时只能携带一样，到这边不会，什么意思？重到影响人。像有一些道具，如果像后面可能剧情需要，可能会搬叫你搬东西、搬重物，嗯、你搬起来就只能每走一格，可能就要消耗三格移动点数这样子。哦，那这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能搬那种不会去影响你的那个
移动格数、哦、小东西而已。嗯，好。狗不能通过单向的通道、神秘电梯或是需要投资来的进行。怪不能攻击影响狗的移动。这件预兆不能留下、哦、交换或窃盗。好 ，OK，、哦、四个嘛。对，哎、啊，一二三四，对，四个。对啊，我那个 send 吗？不是，你就是这个就是六颗骰子，六颗骰，这个是固定六，哦，固定六，固定六颗去骰。然后狗狗有加能力，你记得先加上去哦。六，嗯，力量跟什么？力量跟神智，神智 ，sen， 神，哇，繁星的 sen 已经到六了，哇，我聪明小女孩，小妹妹，直接开始。意志力很坚定，别、哦、没事，没有没有没有打，爆骰爆骰可以，没事没事，可恶，嗯，狗狗要走了，嘟，我来玩狗狗，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，嘿，嘿，你要自己了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是道具，这个是酒窖，酒窖，获得一个道具，拿到一个物品，噔噔。血匕首，一把握错了武器，真汗管子从握柄里面延伸出来，并刺进你的血管中。当你用这把武器进行力量攻击时，可以多掷三颗骰子，最多八颗。如果你这么做，会失去一点速度，等于就是牺牲的概念啊。牺牲速度，对。然后你使用这把武器，不可以同时使用别的武器。这件物品不可以被交易或丢下。因为他已经扎到我的血管里了。哦，如果他被偷窃的话，我会收到两颗骰子的物理伤害。哎，很可怕哎、欸！哇，被抽出来哦，太恶了！狗狗可以偷你的吗？不要不要，对不对？狗狗可以咬下来吗？偷我不要先，不要。哎，狗可以偷窃？狗不能被偷，但是可以吧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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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拿的东西只能掉在地上，他现在是在我身上，不能拿。哦、嗯，狗狗只能捡，狗狗只能捡，所以你不能趴在地上，不行。先换我、啊，好，好，在探索上面，好，抽，嘿，你从走到走廊，是啊，我们按 Auto 就是放大，可是这机车下、放大是入帧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放大会失真。那我走到旁边这间，嗯哼，亏，什么亏？下一张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也没有什么。哦，这个是墓园吗？墓园，哇，帮你放放过去，好棒啊！这什么？墓园特殊效果就是，当你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使用一个 sanity 的判定，神智判定啊。如果你知道4以上的话。才可以离开。如果四以下，你就要丧失一点的知识。嗯，哦，然后会继续在这间房间吗？也是可以离开了。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说不能离开。哦哦哦，然后要抽一个事件，没错。对对，事件通常都很可怕。哎呦，不错哦，上锁保险箱哦。在浮肖像画后面的墙上镶着一个保险箱，当然它被设了陷阱。放置一个保险箱指示物在这个房间，一回合一次。在一位探险者的回合中，该探险者可以进行知识鉴定，打开保险箱。家可以抽取两个物品牌，然后并录入保险箱的指示物。然后二到四的话就是受到一颗骰子的物理伤害，然后保险箱没开。然后零到一的话就是两颗物理伤害的骰子，然后保险箱没开。啊，那我这个非洲人呢？好了，别开了啦。你要直接开吗？这样我是用你的，他是说用什么力量啊？知识鉴定，用你的知识，我知识几个、啊知識？嗯，我是不是智障啊？知识只有三，三要五以上好像很难哎、欸。哇！然后我要来乱玩，好，先放一个指示物。哇，真的是教堂旁边有墓园哎、欸，真棒。对啊，还蛮刚好的。嗯，完了，有人要受伤了，有人被打了。什么受伤？说的那么难听。哎哎哎哎哎，可以不要那么生气吗？是哎、欸，重来重来。对啊，可以不要那么生气吗？没有没有，抛弃，没抓好那个力道，不好意思。
捡阴阳师改版，我忘记点天那个技能被打死。哇，两点，物理伤害。嗯，好可惜、哦。然后这里开始受伤，就可以要讲一下物理伤害的部分。物理伤害的话，就是你左边速度跟你的力量的伤害，因为你现在是受到一点嘛，你可以选择你要伤害你的力量。还要指啊，要指出来是几点？直接扣就扣一个啊。他说直接扣一颗骰子，一颗骰子，啊、先骰啦。好，零，好零。你们这样没关系，一样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有关于力量、物理伤害。物理伤害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是会扣你的力量或是敏捷。